啊，大姐，你承包的一万亩滩土地都荒了三年了，它都成了老板这块闲地，早该开发了。要是能开发出来，老板你就不是今天的老板了。对呀，高大师，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失业了。好了好了，开房得需要大量资金，来慢慢来，姑娘们小伙子们咱忙起来。好好好好，我是陆星，什么？都过田村了？好好，我们这就准备。姑娘们、小伙子们，网上的冷藏车队马上就到，快把那一号车的货收起来，赶紧装袋充氧。我到三号吃五号吃，也催他们赶紧行动啊！好。阿南，车队到什么地方了？哦，好的。注意安全，加速行驶。什么？过了田村了？告诉大伙马上准备，你给我盯紧了。他们来了，来了。我不要这么快，我要不了。就按咱们商量的吧，我现在就去养殖场。好，柱子啊，铁子，带上家伙跟我上车。哎，好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兄弟们，走走，你那车。快，用金条把路给铲住！快，陈村长。
何大哥，咱那过去那是好像广州车，该不是他们现在部队。你管他是谁呢？车队马上又上来了，马铃儿干哈？快去快去，小事嘛，快干快干，小伙快干，来来来，我听着，快快快，来，小伙子，你把头啊，给端过来。的货，来来来，大家伙别耽误时间，抓紧时间把箱子给我往上装。来，你说你出价比广场低，我也凭什么卖给你们呀？就是啊，我老板说来就是卖广场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大伙都是乡里乡亲啊，你们把货买到我们村的加工厂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啊，再说了，你们老板他那口子又是我们的副厂长。就是他在这里也会给我留着个面子的。你们厂子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收这么多货加工得了吗？就像你加工得了吗？像你们家家那么狠，还不让人卖个好价钱？你们光来收货，啥时候捡钱？对呀、啊、你不能老给我们打白条啊。就这是不是？行了行了，你们别吵吵了，我跟你们说不着。你们老板呢？如静，如静，文本不在。如静，张伯伯。哦，婷婷，你妈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爸呢？你爸？哦，你爸他另有公事，我是来拉货的。你爸他一会儿就到。啊、哦，那好，我就代表我妈向你宣布，这批货我们一定要卖给广商，还请你多原谅。婷婷，你，我妈让我到这儿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大伙儿，那边三号池和五号池的人手不够，多搬几个储藏箱啊。哎，不中。来，大家伙先帮帮忙。阿丁，哎，大伙别动，先给我装车。哎，阿丁，哎，先装车，先装车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怎么了？给我装车。哎，来来来，快快，给我上。哎，快点。哎呀，是吗？在哪儿啊？在边的。你快点，好，快去。哎，先装车。哎，大伙放下。哎，我说，哎，放下。张厂长，你没事吧？你这是怎么了？贺娃，哎，是我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咱厂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了，我这不是来偷着打打工，挣点钱吗？好啊，你人在曹营心在汉，看我怎么回去收拾你。张厂长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碗里没有肉，连个苍蝇都不围着你转，你让我怎么给你卖命？再者说了，我都三十好几了，我还打着光棍嘞，我总得挣点钱娶媳妇吧。对不住了，张厂长，对不住了。好吧，我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张厂长，对不住了啊。嘿，阿南，车队下高速了吗？啊。什么？冷藏车都被堵了？什么地方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告诉大家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来处理吧，好吧。先生，您是广东来的客商吗？
是啊。你们车队出什么事了？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黄河口养殖场的工作人员，我叫韩听。我姓肖，我的冷藏车队在蟾蜍路口被堵了。哦，您就是肖月集团的老总肖月。是啊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堵了我的冷藏车队啊？我想这是我们村加工厂做的好文章，为了贪图自己的利益做了不文明的行为。我看这样吧，您跟我来，我带你去。这位兄弟，你们看看，我们这么长一个车队，长途跋涉，是来跟你们当地人做生意的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啊，兄弟，我们收了再卖给你，不也是做生意吗？就是，我们村男女老少还指望着活命呢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到这儿拉海鲜人多了，放空回去的也不是你们一家，是吧？对。你们这是破坏市场经济，欺行霸市。霸了你怎么着？跟你说，你的车就不能从这过去。哎，朱四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我爸呢？就是你爸让我们干的，他找你妈去。肖总，阿南，肖总，是不是不好通融啊？肖总，他们不讲道理。你们这里谁负责呀？你就是他们老总吧？我们厂长已经进了养殖场了。你就下令让你的车子掉头回去吧，是吧？是啊，老总，赶紧回去歇着吧啊！人家是我们的货吧？老弟啊，我这批货是订了合同的，今天必须空运回广州。如果延误了时间，那就是毁约，帮帮忙吧啊！阿南，哎，从车上拿几条烟来给弟兄们分分。好嘞，这样吧，弟兄们，咱们一块动手，把他们办开。来，嗯，干！来，不敢动，不敢动，这都我教的。这地方还有你咋吃的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等等等，欺负人吗你？婷婷，家里没你什么事啊？有事找你妈说去。阿南，把车队调回去。肖总，把车队调往外也得继续购货，不能延误了航班。还有，你在这个城市给我找一家酒店。我不走了。好的。朱子哥，把我的车骑回去。肖总，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找我爸。带了吧。往这里闹客呢。走走走走走，好了，哥几个歇歇吧。走。妈，三号车和五号车的货快别收了，广商的冷藏车队进不来了，桥路被堵了。谁干的？还能是谁干的？我爸肯定去一号车找你，你问他吧。啊，好，挂了。肖老总，您不会被吓回去吧？吓回去倒不至于，就是觉得欺人太甚了。山海操戈，遇险不惧，这才是你肖月集团老总的气魄。张大哥，我正想找你呢。弟妹呀，你们这是干了些什么呀？张大哥，我正想找时间跟你谈谈，这次广州之行我可真是大开眼界呀。人家那边立体养殖都已经上规模了，我想通过这次买货跟广商搭上桥，看能不能把他们的先进技术引到咱这边来。最近手头上事多，头绪复杂，我一时还没理清，等我琢磨好了再和你汇报汇报。弟妹，你年轻脑子活，这个我承认，可咱们也不能不顾村里几百口子人吃饭呢。我们加工厂急着等你下锅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们都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。张大哥，你大有大的难处，我小有小的难处，你也体谅体谅我吧。弟妹，你别嫌我把话说的硬不中听，咱们可是有协议的，你这一家货不能买两家吧？张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张大哥，张大哥，哎，工人呢？
我你上哪去了？你听我和你说，看看。你闪开！看什么看？不认识了，我是你老公。韩长河，广东来的客上你，他们的冷藏车队呢？怎么，你还想把虾卖给他们啊？我把135号的货全收了，就是要卖给他们。你疯了！就算是我们厂开家店，咱不缺大瓜俩都那点钱，何况你养虾专卖有协议，是诚信我怎么有脸去上班？想想咱们的张大哥日子过得真叫惨，职工们闹着要吃饭，银行里催款还贷难，出强运转，只能是凭借地理战火源，独条路当皇上，是我令人